爸爸刚刚走了，对吧？爸爸刚走，妈妈就回来了。我想要跟你们说一下，你们四个是在我们的优先选择都在里头了。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有这个在，但我还是得表达我的诚意，让你们都考虑一下。我也算是一个原生家庭，就是虽然不是那么远哈，但当然，我不想要丢这种压力，所以我知道你们还是可以跟着心走，但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。我的性格是不管我能不能得到，我还是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。我也希望这个是一种认可给这几个哥哥们。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考虑。我也虽然不确定，但是通过这个直接的申请，我觉得我是可以至少是表态一下，就试试看呗。